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艾瑞克。在干嘛啦？远一点啦，你在干嘛啦？给观众看一下啦。看什么鬼啦？你不觉得你长得像那种生物吗？生物就人长这样。圣诞老人的麋鹿鼻子超红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那么红？就是去上一个 SUP 的教练课程，去考证照啊，看才晒成这样。所以你现在应该很酸咯。课程真的是被抄得很爆啦，所以我朋友介绍我来这边。听说这一间店的何老师他很厉害，他职业25年。这一行，25年前在干嘛？学着抬头吧，学着抬头。而且我朋友告诉我，他这家店有一个很神秘、很特别的东西，那个东西真的很特别。那他也不告诉我什么，那我们等一下体验完之后再告诉大家吧。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帅哥，这位是传说中的何师傅，是吗？哎，是，你好，你好。英俊，英俊，失敬，失敬，久仰大，客气。哦，老师好帅啊！听说老师在这个领域学了，大概做了25年，大概25年，真的。今年，在下个月就满60。老师看不出来，60岁，感觉很年轻，像40出。30多了。老师，你觉得今天该对他做什么样的调整？看了这个肩颈都有一点情节了。所以脊椎调整是必要的。脊椎调整当中，我们要做一个深层的推拿。老师说深层是不是要把它压断？有可能吗？老师，你们找负荷的，他一天到晚喜欢压断。我正在找一个老师可以帮压断。他有拿了歌哈，掐死他！开玩笑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 okay， 我们进入调理环节 ，Let's go。爽吧？你看，真的是做的很厉害。就是趴着老是人体哦，身体会讲话，那趴上脚很厉害。上半身都往上跳啊。老师是老经验了，这个整个区块都凸得很高啊。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整骨有没有？哇！今天刚才跟你讲，你有点中暑。哎，对。你看两边怎么样？右边就很痛，左边就不会那么痛了。哎，差好多。因为它整个凸得很厉害，后脊椎斜热，我们的肩胛骨造成一个很大的压迫性，就是这个大黄穴啊，它特别痛。我只觉得头皮屑而已。背到去，那快痛的惨。哇！这个地方很高，能拉起来吗？这肩胛骨，哇，好高哦！两边不一样高。哦，这边挤在里头。老师，这边是哪里呀？这是我们的大小圆子。大小圆子。前面的有没有？我们拿东西啊，拿菜刀啊，关刀啊，要拿手机。这出很大力呢，哇，我麻掉了。记得不错，不要一直。好，很恐怖哦，恐怖到了极点哦。艾瑞克快往生了。哇！
这个麻雀在这里，哇，这里很痛，这麻雀都已经肿了肿颗了，这个颗我们讲的大无求所了，哦，好多咔咔声哦，休息，休息。我右手跟左手是大小数的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大。哦，是哦。嗯，人家那个窗子看得到。哇，我的波君李金哦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说法。嗯，你的音嘴是不是都去卡住了呢？怎么办？哦，音嘴。哇哇！我要走脊椎两侧的。酸了。嗯，跟我们整个邪热的。邪热的接触面，有没有？在深层的接触面，有没有？哇，你好开心哦！我差点感觉，就凭着这个胸椎突的太厉害了，根本没空间的啊！哦哦哦！我快死掉了！所以老师，你的做法其实比较偏向于说一边放松一边调整。是啊，哇，难怪整个动作行云流水。其实我们的推拿当中可以做慢慢的牵引，我把它整个做空间的一个流放。那等一下你要做脊椎调整，你就会很好调。哦，比较有空间可以调的话，那整个归位的程度也比较漂亮。嗯嗯。先把气打下，你快把我灵魂打出去了。吃鸡哈！啊，什么吃鸡啊？哇，哥吉拉，哥吉拉！男生还好，男孩的气节这里跑步了、走路了、站了，气节很大颗啊，这里啊，很刺激，这是腰的地方。腰这个髋关节上面这个整个肌腱它延伸的哈，嗯，哇，老师你们开冷气，有，还放电，如果这个小女孩子哦生小孩，这个髋关节这个上面它坏患的话，整个肌腱都锁住了，这个松掉以后，其实整个下腹的东西都会比较舒服。老师他说不要停，他说不要停。这怎么放松？可以，你尽量吸气，用鼻子吸啊，不是用嘴巴啊。吸不到气啊！被鼻塞了。现在跑外层，还有中层那边。中层。这种酸是不一样的酸啊。舒服啊！长长脚跳一下，
要升天了吗？还可以。要升天了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来看着我，你要升天了吗？还可以。你不是看着我啊，你闭着眼啊。开始啊！老师，你都不说一声啊！啊！哟，怎么一开始那么刺激啊？老师，这边是哪里？一个环跳，环跳，对，这里一个离撞机，一个坐一个站，嗯，都是跟我们走路啦、跳啦，整个有一个很大的活动量。啊，这个离撞机，如果你看这个整个肿胀到不行的话，这就很痛，很酸。啊，如果坐的话，这个环跳这里有一个坐骨神经，跟我们整个算是间接下来，如果微低骨这里，造成一个很大的压迫性。如果长期坐着，当然了，它的气血都会特别多。那像他这样子，你按哪边，他都这样子一直跳起来的话，那是不是他的气血很多啊？哦，你这样子也是特别肿，所以他整个都是酸痛，酸又痛，他不止痛而已，又酸，很刺激。你在讲什么？你刚才讲什么？你刚才在讲什么？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分层，就是让肌腱气血很多的地方，形成解放。那解放了以后，它整个气血会松掉，那松掉以后骨头就会松，就不会被挡住。了解。啊，我们要做牵引啊，做调整就比较好。我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说有时候有要活要痛。要活就要痛，要动，要痛，不是要痛。不是我已经痛了，我已经痛很多了。今天不懂的啊。老师现在按脚底耶，哇！你的小腿啊、哦，哇！厉害，厉害啊！伪装现在的，你看坐骨神经的路线嘛，伪装现在对。这一力让他快升天了，快升天了，真的不止你而已啊、哦，其余每个人都是一样哦。我压了就跑了，不敢一直在这样。好了好了，就跑了。老师，那感觉快升天了，有。我们今天最美妙的地方，这个脚底。因为他很辛苦，知道吗？脚吗？还是我？这个脚啦，他很辛苦啦，支撑你全身的重量啊！我看我现在也很辛苦哦。不会吗？哦，老师双管齐下。哇，这是什么招？哇，老师这是擒拿术。哦。哦，这要头疼哦！哦，只是伸展而已。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成功！你都翻过来了，老师又不是在坐你正面。哇！老师这边在播他的，我们这个补骨嘛，那股骨你整个弯曲了以后，它的骨头源头这里，就会跑出来一个骨头出来，它跟你坐的时候一样嘛，你会颠到你那个整个坐垫的地方。如果你坐硬的，坐地上，坐一白板凳，久而久之你就会颠，去给这边。哦。这是什么？
等一下开始要调整了没有？啊，调整了，你乖一点。还没调整，你乖一点。他的第二大招要结束了，就前面那一招。哦。哦。哇。哦。这种摆尾。健身。哦。哦，老师力气好大。哇。哇。这是神奇的。前面神经要把它按一下，有三叉神经，这个都出现了。这里有什么分叉感觉？胸大肌了，很痛了。你可以叫九枪吗？OK， 好，调好了。你卡过哦。我要想要保持我筋很硬。哇！我的脚要紧张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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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要把你带到神秘的地方去了。哎，对对，还有神秘的地方的人谈恋爱哈。哇，这是日本的原始，然后金工具。嗯，它会产生一种叫是负离子。哦，酷啊！那这个要怎么？就是脱光光躺上去。哦哦，翻翻几粒这样哈。哦，好翻。请假对翻。Okay， 好，让我们来，让我们开始烤番薯吧。好，真的选脱光啊？对，连内裤都脱光。对对对对，啊，等一下有会洗澡。好，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吧，来了。好，我们就结束见了。好，那就把你关起来了，拜。One hour later， Eric。Eric， 好牛！他躺多久了？你已经躺一个小时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感觉怎么样？很爽啊，很舒服。先去洗澡吧。好了，等你洗完澡，我们再见了。好，拜拜。太舒服了。你一开始快升天了，真的。就是，如果手法来说的话，拍影片到现在，甚至是可能还没有拍影片之前，就累积到现在，真的所有的传统整骨推拿里面，甚至是比一般的连锁的那种按摩店手法都还要好。虽然过程中是真的很硬，但是因为它的深度很够，对，其实痛或是酸完之后，就是整个很放松很舒服。一种释放感的，对，真的哦，超棒！而且哪有一家传统整骨推拿店会有这个东西啊？岩盘浴，所以是对这个惊喜非常满意。对啊，也太高级吧！然后你躺完休息完之后，还可以冲澡淋浴，哇靠，这个应该是 SPA 店的等级吧？师傅的他的手法真的很强，
分很厉害，非常推荐。你如果说要我给他打一分数，放心，传统整部推拿片，他一定是100分。你不要讲太满，你后面还有。我真的觉得他超屌，我不相信啊，除非赶快啊报名打脸我，我就不相信有哪一个传统整部推拿店这些东西。练洗澡，我们的何师傅给了我们8个名额，我刚比错了，是8个名额。我们其中里面有5个给他们里面的老师做调理，1个小时，完全免费。那另外的3个名额是给我们的何师傅，完全1个小时的调理，然后再加上那边的延缓浴，还有冲澡，完整的体验。想知道怎么抽奖吗？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去艾瑞克的 IG， 好，连结我会附在说明栏下方，标注2位朋友，然后留言想看艾瑞克被压断，就会有抽奖的机会哦。还不赶快去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去 IG 留言抽这个8个名额吧。那我们接下来再开箱其他的按摩店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